绳子眼里面好多这种小鱼，还有螃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张啊，今天来赶海了。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啊，是这个礁石区，看后面潮水啊，还正在退着呢。这边已经退下去了，我们从这边先找找看，走吧。这个大石块也太大了吧！看这上面有这些这种密密麻麻的小螺，我把这石块翻翻看看啊，看底下没有货。这个底下没有货，有一条小鱼，好了，这没有货。哎呦，我看这边，这边是不是一个大脑袋？这只八爪鱼。哎呦，那腿系得好紧啊！不行不行，拽不下来，会把它腿拽断的。我把这个石头翻开，它肯定是系在这底下。哇，看看看，这条八爪鱼，大爆头，个头不小的样子。拿起来，哇，看，这只个头可以啊，我都捅的。先把这只收了，上货一条，长腿。带着啊，这一块咱们都翻翻看，可能是在这里遗落在这儿，搁浅在这儿的。这些石块底下翻一翻。哎呦，看看看，这边我也发现了，这边也是一条大张腿，出来出来，哇！这条个头也好大，看，哎呀，这条也不错，也是个那种大长腿啊，你看，腿好长啊，很过瘾，这个头。输了输了，也带着啊。哇塞，这些石头挪得太，我都打开看看啊，这是个板。看看这下面又翻到一只，今天光上这个八爪鱼了。哇，这条大哎，这条好生猛，哇，这条很过瘾。看，这条腿比那些刚刚收到的那些粗，脑袋也比较大。收了收了，看，三只大爆头啊，这样子的个头，我感觉吃一只都能吃饱了，真的是比较大的这种。哇，我看这边这个礁石上好多鲍鱼啊，往那边看看，那边也有。都是鲍鱼，哇，这太过瘾了！快给快收了吧！这鲍鱼回家做个这个蒜蓉的吃都行。这边还有，哇塞，这太过瘾了！哎呦嘿，还吸的，这只收啊！这石头底下有没有啊？我们扒拉扒拉看看，这石头就是在一起。好紧啊，放不开，这个石块可沉了。把这块看看看看吧，我的妈呀，这不吃点饭还真搬不动。这边这个大石块搬起来看看，哎呀，哎有没有货，哎呀搬不动了，这块这个片区的石块太大了。哇哇哇，翻动了翻动了，有货，哎呀呀，哇，看这条腿好粗啊，看脑袋也好大，这太过瘾了，弹性也很好。来来来，收了，哇，没白费那么大的力气啊，这太过瘾了。那边那一块这个潮水还正在退着的，我们往那边走一走，继续找找看。哇，今天这个礁石区不大好走。哇，你看，哎呀，我的天啊！这暗礁鱼好大呀，看它嘴里还有个什么东西。哎呦呦，还活，这个鱼刚刚还挣了一下，这不是老鼠鱼吗？这个老鼠鱼好几十一斤，你看你看你看，不知道是被暗礁鱼吃的快消化差不多了，这刚刚还动了一下，活不活了？这一条身上滴下来的这个粘液可能都是那种暗礁鱼的胃液，胃黏膜里面的那个胃酸那个粘液。天哪，我帮你洗一洗，这条暗礁鱼太大了吧，还活不活？我靠！你把手放进去试试。我可不敢，它嘴里好多小鱼啊，嘴里好多这种小鱼啊！你看，它嗓子眼里面好多这种小鱼，还有螃蟹，太恶心了。我转起来给它看看。哇，跟，哦，好沉啊！
感觉都要拿不动了，这太大了，好几十斤，哇，它肚子鼓鼓的，是不是被撑死的？哇，这个鱼太丑了，丑鱼，大丑鱼，你看肚子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啊，天啊，太恶心了，这个收走吧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个带着，我都爆桶了啊！太滑溜了，这身上，哇，哦，这直接爆桶了，头一回捡到这么大的鱼，带回家直接红烧啊，很好吃啊，这个鱼，这个桶已经满了，我拎着这个鱼，我感觉也没有办法再赶海了，好重啊，这收获已经很不错了，我得回家了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